我想先讲这个诶，可以吗？Please，小鼓楼琴，好了，我们讲小鼓楼琴啊。那其实它就是这是端午节出来的、哦、小鼓楼琴呢，主要是在讲全套的活动，整套的活动就叫做小鼓楼琴。Yes，好，那小鼓楼琴它分为兑换商城。积分排行，哦，非常的不得了。那一些排行奖励，然后这次也放出我们可爱的宠物，就是我们的罗刺啊！天哪，我真的好想要尖叫哦！呵呵，为什么这些宠物可以做这么可爱？还有里程碑。祖先可以的吗？Oh my god！全部都我们这样玩着玩过，其实也蛮快的嘛。不开心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不是说要练最后一只吗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嗯哼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只要可以提升战斗力的东西，我觉得都可以去试试看。诶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升这么多？哦，因为经验值啊。哈哈哈。有点玩太久了，拜拜。打个 PB 吧。OK。